天若无雨，地上无伞，思念西湖边，杨柳飞，雪对烟，茫茫人海，心无安，修炼一千年，一万年也无缘。心若不安，痛能看见，泪眼莫实现，化火焰烧红天，剑不断，理还乱，前缘再苦再难，我心不变，做人不做仙。水若若有情，水满那金山，不管是地府还是天，我心不会乱，有爱在人间，瞬间也是温暖。啊！水如若有情。青山，不管是地府还是天方，全不怪。人间只瞬间，无心温暖。如若完成心愿，我立即抽身。如若再眷恋红尘，宁愿深葬雷峰塔之下，请菩萨成全。弟子多谢观音菩萨成全。这下可好了，傻小子看了不知傻笑多久呢。我看我也要把这儿好好的布置一下。哎，青儿，怎么回事嘛，人家等了这么半天，还喝了这么多酒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不出来追人家？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？我那些已经愈合的伤口，就好像全部撕开来一样的疼啊！和尚，叫叫叫！啊，不是诵经，就是叫钟。你以前害我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现在又来招惹我。也好，反正我现在离家出走，正愁没地方去，好不如上那金山寺与你斗一斗。
真不知道师父为什么老让我喝这种药。什么东西这么香啊？做和尚的为什么只能吃干馒头啊？真不公平。是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就像是放生池中捞出一条鱼，然后配上葱姜，烧了八分熟，还有那酱汁。好哦，小和尚，你破戒了？妖孽，佛门重地，岂容你乱闯？哼，几日不见，你也满口妖孽了，怎么跟你师父一个腔调？怎么样啊，还想不想抱抱啊？有佛在此，不要放肆。在佛面前放肆的恐怕不止我一个人吧？刚才是谁说要把放生池里的鱼抓上来烧着吃来着？我只是想一想，没有要吃的意思。想想也是破戒了，你自己说说看，三规五戒里面那第五戒是什么？五戒妄语。对呀，你刚才背着你师父说你要吃鱼，这不是妄语是什么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告诉你师父的。其实啊，我是真的很可怜你，每天喝这种又苦又臭的东西，不说疯话才怪呢。今天我来这儿也是不忍看你小小年纪就受这种清规戒律，所以呢，专门给你带了一点东西。嗯，怎么样？白煮鸡，吃吧。妖孽，你少用白煮鸡来引诱我。我是可怜你，不忍看你被师父骗蒙在鼓里而已啊。少胡说，师父怎么会骗我呢？不会骗你。那我问你，他让你每天喝这些汤药，但是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？当然告诉过我了，那是因为我从小无爹无娘，身体虚弱，这是给我补身子的。骗人，这根本就不是滋补身体的汤药。那你说是什么？这个啊，是不让你长大的神药。你胡说。我胡说是吗？那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何时被带进寺里来的？是我十岁那年。好，从那年到现在，你一共在寺里诵经几年？五年。五年是吧？这五年里你可有长高长胖或是换衣服和鞋裤？我没有。那又怎样？那又怎样？这说明这一切呀都是你师父干的好事。那汤药根本就是不让你长大的神药，知道吗？少胡说了，我师父一向待我如父，怎么会不让我长大呢？哼，他呀是因为担心你一旦长大成人之后就会失去天眼，要是失去了天眼你就全无用处，他又如何靠你辨别妖魔？你师父根本就把你当成一件斩妖除魔的武器。你乱说，我才不相信你呢，你是在故意挑拨我和师父。唉，算了，信不信由你，我的好心全白费了，还白白准备了三斤肉拿给你吃呢。算我多管闲事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什么三斤肉？快吃吧。糟了，师父出关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别说了，我还要去上晚课呢，你赶紧走吧。还怕什么？你师父看见了，大不了再把这三斤肉啊给你师父也送去一点。哎呀，不行不行啊，再怎么三斤它到底是肉啊，你快走。喂喂喂，哎呀，要是我师父知道了，非杀了我不可。我就走。石天啊，石天，你在干什么？师父。石天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我是在吃。不不不，我没在吃，是他。石天，嘴上怎么有油？石天，师父，钟响了，一定是老住持接了香客，让您去诵经呢。你先随我过去。待会儿再和你算账。师父小心。法海，你来的正好，
这位女施主千里迢迢的赶来，就是为了听你讲经说道呢。女施主现在何处呢？就在这儿。青青，石天，你说谁？谁在那？是一位穿着青色衣衫的女施主。女施主？是啊，小女身处红尘俗世，一直为情所困，不得解脱。听说金山寺上有位得道高僧，所以上得山来，一来添香，二来想听师父说经讲道。说经讲道？嗯。如果真是身处俗世的女施主倒也罢了，可是现在我只觉得身边周遭妖气浓重，她分明是妖不是人。和尚，瞎了眼睛破了钵，还那么多心思，看我小青怎么收拾你。妖孽，佛门重地岂是你说来就来？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妖孽，而且啊还是个狐狸精呢。我们那些春香楼的姑娘呢，早就听惯了你们男人这般乱叫。如果大和尚执意要这样称呼，那我也不计较。阿弥陀佛，法海，你说话造次了。不论出身如何，但凡在佛祖面前，你我都是凡夫俗子。石天，你到底看清楚了没有？他到底是不是师父要寻找的青蛇精？不是，我是了眼疾，看不清楚。法海，讲经说道，普度众生是我们必做的功课。既然这位女施主潜心学法，不问世事，你就指引一番吧。住持，这女施主杀气太重，恐怕不适合在这个地方。杀气太重？那可我看来，这里的菩萨个个都是怒目而视，难道他们也不合适在这儿吗？菩萨那是为了斩妖除魔才一路怒容，但心却是慈悲的。是这样啊，那巧了，我也是面凶心慈啊。你说是不是啊，石天小和尚？啊，问我？我不知道。好了，就这样决定了。无论这位姑娘出身如何，正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我这就替这位女施主收拾好厢房住下，明日让法海师父给你讲经。女施主这边请。麻烦你了，大和尚。我呀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跟你们两个和尚讲讲经说说道呢。石天，你跟我来。我妖孽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喂，你一个小孩子满嘴妖孽妖孽的，多难听啊。我有名字的，你可以叫我小青姐姐。呸，一个青蛇精怎么配当我石天的姐姐？哎呀，你还是赶快走吧，都是因为你害得我被师父责罚，现在要在天黑之前把这几缸水全部挑满，你看都已经磨破了。哎呀，你师父未免太狠心了吧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夙愿，关你一个小孩什么事儿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算什么？你再看看这个。啊，真是神了呀。这些啊根本都不算什么，我会的东西啊还多着呢。怎么样，要不要学？真的？在这大千世界里面，美妙的事儿啊还多着呢。美妙的事？好了，说了你也不明白，不如眼见为实吧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好吧。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去了就知道了，走啊。走啊。怎么样？天啊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有意思的地方。这算什么？你没见过和没听过的呀还多着呢。
来吧，咱们今天好好乐一乐。你呢，就忘记你师父对你的管教；我呢，就忘记我姐姐对我的啰嗦，好不好？走啊！啊，等等我，妖孽！喂，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？我没有名字的啊！啊，妖孽妖孽的，这街上这么多的人，到时候被谁听了去多没面子啊！烦人！哎，那好那好，我现在就叫你小青姐姐，可你千万别告诉师父啊。那好吧。哦，太好了。哎，来了。啊，来了来了。啊，行。吃一个。好啦，吃一个吧。反正破一次戒也是破，破两次戒也是破，我保证不会跟你师父讲的，绝对不会说出去。吃一个。我不吃了。为什么？老板，哎，那两只鸡我买下了啊。小青姐姐，我们把这两只鸡养在后院，等它们再长大一些，我们就去放生，好不好啊？啊，怎么都好，反正啊，这两只鸡是你的了，想怎么办都行。啊，师傅，石天，谁让你私自下山的？我不是，我只是……还不跪下！喂，起来！凭什么你让跪就跪啊？不跪！石天有错，他跪的是佛祖，不是我。你，师父。石天，佛祖赐你天眼是让你分辨妖魔的。你要是屡次破戒的话，只怕你的天眼会混沌，辨不清是非曲直。知道了，师父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好吧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就在此打坐思过。没有师父的允许，不得入寺。嗯，知道了，师父。石天，你手拿什么东西？是鸡，活生生的两只鸡。要是煮了吃肉，肉汁啊，可鲜美得很呢。什么？不是师父。石天，你屡次破戒，我上次已经放过你。没想到啊，真敢屡教不改，把鸡笼拿来。不是师父，你得听我解释。拿来。不给。那鸡是我买给石天的，凭什么给你呀？不给。石天，拿来。我拿来。石天，你没做错，不要向他低头。哎，不行，你不能给他。石天，师父。法海，你还自称什么得道高僧呢？你根本就不分青红皂白，你知不知道那两只鸡是我买给石天放生用的？你就把他们打死了，你才是货真价实的犯了杀戒。一派胡言！你拿两只活鸡来诱惑我的徒弟，你休想！简直是个疯僧！石天，你没事吧？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是我把那两只鸡抱回来，他们也不会死在禅杖之下。这怎么能怪您呢？都是你那心狠手辣的师父，自己破了戒，还要徒弟拜什么佛？不是的，不要怪我师父。师父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对我很好，对我很体贴。只有当他眼睛发作的时候，才会乱发脾气。石天，你师父是不是生病了？生病？嗯。你师父是不是每次眼疾突发的时候脾气就会特别的暴躁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嗯，我当然知道，因为他肚子里面呢有条非常非常毒的幼蛇。幼蛇？嗯。
十天啊，真没想到你放了迷药的青州啊还挺管用的。小青姐姐，你说师父脾气大真的是因为那条小蛇在作怪吗？哎，还要我跟你说多少次啊？当然是了，你师父啊当年很贪吃，吃了我姐姐的幼蛇蛋，要不他这么多年苦苦追我们做什么？哼，还不是想找到解决幼蛇的办法。现在呢，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亲自替你师父治病。待会儿啊，我要把一条母蛇放到他的肚子里面，将他的小蛇引出来。嗯，那你说这母蛇真能把小蛇引出来？当然了，你不觉得蛇儿子要听蛇妈妈的话吗？嗯，自然要听妈妈的话，可是我师父会不会受苦啊？这皮肉之苦呢肯定是难免的啦，谁叫他贪吃啊？不过呀，我们这都是为了救他嘛，你师父知道真相啊，一定会原谅我们的，知道吗？之前你对我们姐妹所做的，今日我小青加倍奉还给你。自视甚高，顶顶瞧不起的就是蛇了，可如今为什么又学做蛇一样在我脚下爬呢？痛苦吗？那你现在给我跪下求我，说不定我网开一面放过你。妖孽，我法海今生只跪佛，哪有跪妖的道理？好妖孽，我法海与佛俱在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你有什么法术使出来吧？你以为你念两句经，我小青就怕了你吗？和尚，你已经破了杀怒两戒，哼，我就不相信有我在，金山寺还有你的立足之地。就是要让你疼，疼点儿会让你时刻保持清醒。主持，法海不会认错的，那女人的确是我追了很久的一条青蛇精啊。法海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？不是我不信你，而是我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，妖孽一出，心魔却难挡，心魔因恐惧而生，你越怕它
怨气会越深，长此下去，你必然会引火烧身的。大师这话说的不对，法海一向痛恨妖魔，怎么会怕呢？爱恨之心一样可怕。法海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呢？法海一心除妖，别的都已放下啊。说得轻巧，世上最难的事，不是拿起，而是放下。你要真的能放下，那就把爱恨之心一起放下。主持的话太深奥，方海不懂。那就大坐三日，驱赶心魔，好好想明白我说的话。三日之内不得离开脚下这个蒲团，否则别怪我狠心将你们逐出金山寺。可是那妖孽还在寺中，法海怎么可以坐视不理呢？法海，阿弥陀佛，法海，听主持的便是。妖孽，站住！喂，怎么又不叫我小青姐姐改叫妖孽了？你利用我害我师父，是吗？可是好像你师父也用过同样的招数吧？这叫做自食其果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不会再让你靠近我师父半步。哼，对不起了，是寺院住持让我送这碗汤药给你师父的，所以啊，还请十天小和尚让开。你乱说！我没有。十天。哼，住持，是我让他送的啊。雨施主，麻烦你了。嗯，这，可是他。妖孽！和尚，难道你怕了我不成？我乃正道，何须惧你？既然你不怕我，干嘛老躲着我，又不敢亲近我呢？啊！大和尚。妖孽！妖孽！撞破我金钵，我虽然无法收你，但我自知求佛之道无魔不成。妖孽，你今天尽管来试我好了。我法海的双脚若踏出这蒲团半步，就算我输。阿弥陀佛！和尚，你又来这招，真找死了！你会用幻术以为我不会吗？我要变成世上最美的女子，若是你还是不动心的话，我便服了你。法海，闭上眼睛就看不见我了吗？我可知道，你的心正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的，把我看个通透呢。你真的不敢看我了吗？为什么？你不爱小青，但你不可以不爱我。和尚，装什么假正经啊？这世上的男人都爱我，你犯了这样的错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阿弥陀佛，成佛之路无魔不成，你尽管来试我吧，我不怕。哼，你的心跳得好快呀，
和尚，你也是人，人都有七情六欲，你又何必如此不解风情呢？说什么得道高僧，难道你就没听到你自己的心刚才又快又乱吗？有几分男人的德行了？有你，有你，你敢坏我的修行。姐姐，青儿快走。姐姐，我差点就成了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变作你的模样，你没瞧见那和尚脸红心跳的样子？你还没戏耍够吗？快走。姐姐，听见没有？白素贞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是听秋的钟，师父能听懂吗？哼，小和尚，都怪你多管闲事，要不是你敲钟的话，我今日就真的得手了。哼，小和尚，你要干什么？小青姐姐来教你啊，这个钟啊，到底怎么个敲法？来，你下去，这钟你敲不得。我就不。追我啊！站住！你师父我都戏耍的，这钟我怎么敲不得？你下去！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不要再敲了！追我啊！不要再敲了！法海，你的心已经乱了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还不快跪地求饶！你休想！给妖孽跪下，天地不容！法海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你的心魔已深入心底，如果还自不量力的话，必当欲火焚身。呀！白素贞，无论要我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必颠覆你不可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那赤星崖下做了怎样的勾当。姐姐，为什么不斩草除根呢？那和尚在半步多滥杀无辜，前几日又差点要了我的性命。姐姐，我们不如回去做个了断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你呀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老天已经惩罚他，让他双目已盲，加上你今天一番胡闹，让他破了怒戒和色戒，已经够他受的了。再说呢，我还要急着回去操办喜事呢。喜事？什么喜事啊？啊，我准备嫁给许仙那个傻小子为妻了。姐姐，你疯了是不是啊？你说你不吃忘情丹也就算了，若你喜欢许仙，相好几日也无不可，干什么非要谈婚论嫁呢？青儿，我真是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只想要一个平凡的男人，对我嘘寒问暖，眉目传情的。青儿，平凡好吗？平凡当然好啊。哼，比成仙还好啊？两样不一样嘛，哪样好，试过才知道。喂喂，姐姐姐姐啊，你听我说，男人靠不住的。公子三日后前往白府，
若白府门前悬挂着你的破油伞，我便嫁了你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这位师父，阿弥陀佛，施主叫我何事？请问师父，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位穿白色衣服的姑娘从这儿走过？我双眼已盲，何以见得姑娘？师父见谅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太着急了。施主，可是问这白府中的小姐？正是正是，请问师父，您认识他们？贫僧不曾与他们相识，不过刚巧从这里路过，听到两位小姐说话。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走了，说不会再回来了。走了，不会再回来？不可能啊！白姑娘明明告诉我，三日之后到她府上看伞，怎会不辞而别呢？世事多变，尤其是女人的心，信不得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师父，你一定认错了，那一定不是白府的姑娘，绝对不会是。姐姐称妹妹小青。妹妹叫姐姐素贞。施主，你还好吗？没想到，是青雅捡回了一条命，在这里又丢了。这条命丢了，还可以重生一次，施主何必执着？重生一次，和尚说得好轻巧。你们师徒二人屡次破了戒规，就算我有心，也再也无法收容你们了。不如下山去吧。老住持，法海即刻便可动身，但是临行前还有一事不明，请老住持明鉴。说吧。法海修佛，一心斩妖除魔。为了除妖，我几进魔道，甚至盲了双眼，还是坚持着除妖大业。法海不懂我有何过错，请住持明鉴。执着也是错，我佛要的是慈悲善心，你却修了一副铁石心肠，这也是错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石天从小到大就在这金山寺里，每日扫地、上香、诵经、撞钟，现在突然走了，还真舍不得。再说我们现在又能去哪儿啊？石天啊，我们师徒自有去处，只不过石天啊，从今日起，你我师徒要遇佛拜佛，遇寺添香，更加刻苦的修炼。今后你跟着师父要受苦了。师父，石天不怕苦。石天，记住，今天你我师徒所受的一切羞辱，都拜那一白一青两个妖孽所赐。早晚会有一天，我们付出的一切都会让他们加倍奉还。知道了，师父。走。你干什么了？着什么急啊你？没看大家都没动筷子吗？是啊，大叔，这可是连翘姑娘一大清早起来忙里忙外置办出来的，所以要赶紧吃啊！现在大家大眼瞪小眼的，菜不都凉了？
就怕这桌菜啊不是给我们准备的。做了一桌菜又怎么样？人家还是不领情。上次白姑娘不认他，他也这样，茶不思饭不想。这次人都不见了，不知道他又会做出什么傻事儿来。啊！谁说的茶不思饭不想的？我看他胃口好得很呢。表妹，这许兄看起来有点反常啊。是啊，胃口这么好，看不出半点难过，还真是有点怪呢。算了，总之吃饭就好。这第一杯酒为我能平安回来而喝，傻丫头，你赔不赔？赔。这第二杯呢，为你清早起来就煮饭做菜而喝。离家这么久，我头一次吃饭这么有滋有味。傻丫头，你赔不赔？赔，我当然要赔。这第三杯呢，为你而喝，没有理由。你赔不赔？赔，我当然要赔啊。傻小子，其实你知道我……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你干什么？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喝这么多酒，成什么激动？我高兴啊，我看见傻小子不伤心也不难过了，还这么爱吃我做的菜，我高兴不成吗？高兴也不成，你是一个女孩子家，你喝那么多酒就是不成。各位慢用，折腾了半日我乏了，我要上去休息了。啊，哎，傻小子，都怪你。傻丫头，我看你们俩都傻成一对了。我会抽身而去，如若违背，甘愿受雷峰塔压顶之苦。姐姐，我们的房子呢？白富去哪儿了？我的伞呢？还有我的伞。什么伞啊？就是那把油伞，我把它撑开挂在门楣之上了。傻小子，天要下雨了也不记得带把伞。姐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